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玩小猪佩奇积木，一起拼搭猪爷爷的阁楼。哇，积木的颗粒很大，很棒，很好玩哦。小朋友们，快来玩啦！哇哦，猪爷爷的阁楼完成啦！园子里种着花草树木，还有蔬菜哦。猪奶奶来了，佩奇、乔治吃胡萝卜了。好喂，嘿，谢谢奶奶，我最喜欢吃胡萝卜了。我不喜欢吃胡萝卜，我讨厌吃胡萝卜。哦，乔治，胡萝卜很有营养，要多吃哦，小朋友们，你们也是哦。小朋友们，喜欢这座阁楼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